所有的灯打到这个关不起来的洞。我们成功分院喜胜室哦，因为那个 RO 的逆渗透故障，他被那个地震的那个剪力当场就把那个水管剪破了，所以目前喜胜的病患早上我们暂时先移到让他们到台东市区大概50公里以外的地方能够去先让他们喜胜，那器材的部分我们就先请厂商来修复，目前。全部的损失都还没有办法估计，那院长只是说病患的安全，然后员工的安全现在是第一要务，整理跟整修的部分、复原的部分，我们再赶快来处理。